您有什么想要咨询的吗？我都相亲200次了，十二星座，十二生肖，我都凑齐2轮了，可每次交往不到2天。我老公要把公司交给一个乞丐，我怀疑我老公疯了。他们就跟商量好的一样，一起卷了我的钱，全他妈人间蒸发。我竟然在隔壁包房看见他，还搂着一个女的。他出轨了？比这更可怕。放松身体，闭上眼睛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别闹！行啊，明星啊！我他妈让你演，你有病啊！这个问题，我想只有你自己才知道。因为我一无所有。如果我死了，能让我妈活得更轻松一些，我可以永远消失。痛也好，少有个人在身边。我就在她旁边啊。如果没有这一切，你能得到什么？时间、朋友、热爱的事业、真实的自我，这些和你现在拥有的孰轻孰重，这个选择题只能你自己来。